我周五去，我在家呢，想我孩子睡觉呢。我给你保证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只要我们这次见面了，我一定在你世界里消失。但是如果你不来见我，你会后悔的，后悔没有看到我最后一面。喂，喂，走开！你不能去。他今天情绪失控，我怕他会做傻事。你怕他做傻事，你就不怕我做出傻事吗？高敏，我把他处理好，我就回来。你给我站住！走开！尤当，我求求你了，你真的别走。高敏，你相信我行吗？我不相信你。处理好了，我再跟他不联系了。你别走，你今天不能给我住这个家门，你就是不许走。康敏，我真的怕他出啥事。他出啥事，我就不会出啥事吗？你没有在意过我的感受吗？你让开，康敏，你相信我。我不相信你。我再跟他不联系。不许走！不信你，不许走。高明，我真的，相信我，相信我，相信我，我再跟他不联系了，好不好？不行，不能走，高明，不行，高明，走开，走开，不行，走开！你要是出了这个门，你就是不要我们招手了，不行。我跟你说啊，这阿姨得换。嗯。我觉得这个阿姨有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打几电话没完，还偷偷摸摸的，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哎呦妈，人家还没点隐私啊！你说她一个女人带着孩子，你跟朋友聊聊天呗，很正常。工作时候聊天，依依谁管呢？而且吧，见着谁都自来熟。聊起来没完没了的，我感觉这女人说不好听话就觉得不正经。哟妈，别那么说话。怎么说呀？你说换不换吧？那你说要换，咱得给人个理由吧？什么理由啊？就是你妈看着她不顺眼，感觉不对。咱自己花钱，咱不这说话不就换了吗？有什么不行的呀？妈，你说。啊，您别激动，现在找个保姆挺不容易的，有什么事好好商量，是吧？不容易也不能将就啊！依依是咱的宝贝，哪天给你抱走了，那哭你都找不着地方。妈，没那么严重啊。就是，换不换吧？我说话不好使是吧？不听是吧？妈。哎呦，这怎么这么大气呀、啊？你说这暴脾气像谁呀？王宇，王宇。王源。
想干嘛？你能陪我去个地方吗？你去哪儿？去一个一直想去但不敢去的地方。现在有你陪着我，我就不害怕了。王源，你开慢点，你冷静点。得不到就不如毁了他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王源，你要干什么？停下来，停下来，走开。你现在知道了吗？如果得不到你，我宁愿去死。好，你就一起死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已经不可能再是我心目中那个完美的王宇了。今天都死在这儿，我不怪你。如果死能结束这一切，我认了。如果能弥补这一切，你回家吧。我们俩结束了。